好，焦点新闻最新画面要带您来看看的是新北市平溪天灯节。每年主办单位多在求新求变，今年不只释放了2000盏的天灯，还募集到1600多张的七彩卡片，在20尺的巨型天灯上呢，装点出爱台湾的字样，这也成了全场最吸睛的马赛克天灯。一杯有你，梦想有你，大家的梦想都可以实现。数百盏天灯飞向了漆黑的天际，一盏盏的天灯把民众的蛇年心愿带向了天空。不过点点灯光当中，还是以20寸的主灯最受注目。募集了1632张心愿卡片拼贴而成的马赛克天灯，上面还有 I love 台湾的字样当作装点。随着天灯飞上天际，把握年节假期的民众更是嗨到不行。今年许了什么愿望？身体健康，太棒，有稳定点，谢谢。那来放天灯感觉怎么样？很赞，超赞的。第一次，觉得怎么样？觉得很兴奋，觉得也很棒。老的小的都臣服在天灯的魅力之下，加上乐团的卖力演出，平溪国中顿时成了百人的天灯派对。摇滚乐和美景交织之下，现场民众听得如痴如醉。而新北市政府估计，这一次天灯节当日就吸引了13万人次前来平溪，逼近了去年的人数新高。到了下星期的元宵节，渴望突破历年的人数。